群山环绕的瑞丽，地处中国云南省西南部。瑞丽不仅是一座边境口岸城市，而且也是著名的风景名胜之地。瑞丽属于热带季风气候，因此其自然风景也呈现着热带景观的风格特点。一棵大树长成了一片树林，这是瑞丽诸多自然景观中极著名的风景之一，独木成林。独木成林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观，但并不是所有的大树都可以独木成林。在植物世界中，能够独木成林的树种并不多，榕树是最容易独木成林的树种。榕树有很多种，并不是所有的榕树都能独木成林。能够形成独木成林景观的榕树主要有垂叶榕和高榕。垂叶榕和高榕都属于桑科大乔木，它们之所以能够形成独木成林景观，主要在于它们的生长习性与特点。榕树在其生长过程中，常会从高大的枝丫上长出许多条气根。这些气根最初细得如铁丝一般，随风飘荡，一旦接触到地面，就会插入地里迅速生长，并逐渐长成圆柱形的支柱根，然后又继续慢慢地向四周扩散，最后形成独木成林的植物风景。榕树的独木成林是热带和亚热带所特有的植物景观，这种景观展示着植物世界的神奇。